我是刚刚练车的13年了，10月22号上岸的呢。教练是叫分，老板的是1147次哦。吉阳发射江山县两里的叫百行军的1147次，吉阳发射江山县两里的绿收一下三分钟就可以。94点区间车。在松山站停靠，今天是9分42号，后来还是决定不要等好了，因为有点慢，对，再加上也没消息吧，欠八改头没什么，所以打算，直接去看电影了，电影时间也差不多快到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再说那个没什么。